的是没有准备 ，OK？ 因为临时就被我们钻石邀请上来分享 ，OK？ 可能真的难得有海外的伙伴，所以我今天很荣幸 ，OK？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能够又在这边跟大家帮马来西亚市场奉献 ，OK？ 好吗？而且在我说这个 marketing plan 之前呢 ，OK？ 当然我再一次小小的分享一下我的简单的故事 ，OK？ 就好像Stephanie 说的，其实我们新加坡人真的是挺难搞的 ，OK， 真的是我们新加坡人很怕死，很怕输 ，OK， 所以论到数字呢，真的是左看右看，真的是看到很仔细，那时我才加盟去做 ，OK， 而且呢，说一下以前我的背景呢，就好像 Stephanie 所说的，以前呢，我真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后呢，我真的是在我们新加坡樟宜机场当一名中层管理，所以那时真的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因为新加坡只有一个机场，所以呢，我机场也不可能炒掉我的，所以真的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不过为什么我还会看中这样的一个生意呢？因为很简单，当然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今天有几位是新朋友，今天第一次到场的，来举个手示意一下。OK， 我们有些新的，而且都是男生，非常好，所以真的是要也是要证明给大家，这个生意不是只是女生做的 ，OK， 我们男生也可以做的，而且也做得非常好 ，OK。所以呢，当然就是说，以前呢，真的是我们有很多人都是上班，而且有些人可能跟我一样都是挺高的一个职位 ，OK。不过为什么呢？我还是会看重，因为不管怎样，我们上班族的很多人呢，他的工作性质还是手停口停的 ，OK。因为尤其呢，以前我虽然读书读得很高。不过我发现新加坡的教育制度虽然你们说很好，不过我发现有一个漏洞，他们忘了教我怎样拍老板的马屁。所以呢，有时我去打工呢，当你不会拍老板的马屁，其实升职加薪非常痛苦，非常慢。OK， 所以我真的是算了算了，很会算，算到我六十岁，我真的是不喜欢看到我六十岁会拿的那个收入，所以真的是很苦恼。尤其三年前呢，当我母亲因为一场大病差点丢了工作的时候，我才发现，就好像我说的，我们工作即使职位越高，也是手停口停，而且更糟糕，有些公司呢，你职位越高，想炒的第一个人就是你，所以真的是你升的越高，其实没有所谓的铁饭碗。OK， 所以呢，当然我看懂这六种收入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生动，非常打动我，而且呢，虽然以前 OK， 我们这个公司呢是有非常高生物科技的 OK， 不过如果男生你们都不喜欢卖东西没关系 OK。我以前也非常非常讨厌卖东西，不过因为看中这个生意，就好像希拉所说的，我做了这个生意五年呢，也从未卖过一个产品。不过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么不卖产品，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当然，等下我会慢慢的揭晓。OK， 不过真的是很简单，通过这六种收入呢，我发现我终于能够控制我的升职跟加薪。OK， 真的是凭我的努力，我其实爱加薪。我就为自己来加薪水，而且呢，真的是终于能够设计我要的这个收入。而且更棒的是呢，当我们在网上全球推广这个生意的时候，不得了，因为这六种收入呢，单单就能够让我赚取非常棒的持续性、被动性的收入。所以呢，我不再担心，如果以后我像我母亲病倒了，那谁来照顾我家庭？我不再担心了，因为可能到那时呢，杰斯可能给我非常丰厚的这个被动性的收入。OK， 如果有些人还是很奇怪，有些人听不懂什么是被动性的收入，就是 passive income。OK， 就是说你不做工，你都照赚钱。所以杰斯的这个六种收入的性质呢，其中几种大概三四种呢，都能够给我们被动性非常棒的收入。所以 OK， 所以现在我简单的来分享一下。我们这六种收入 ，OK， 能够让大家带来怎样的一个丰厚的利润？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零售收入 ，OK， 我们这个零售收入呢，当你跟我们杰斯扯上关系，一加盟，立刻加盟呢，就立刻呢，你能够有自己的个人网页 ，OK， 非常高档，非常先进。有时我称杰斯叫做一个新的一个网上连锁店的生意，因为当你跟杰斯扯上关系，一加盟，你就能够有自己的网址。而且更有趣的，你还可以为自己的网址取名 ，OK， 你爱叫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 ，OK， 你可以叫做什么名字都可以，然后它后面会 end with jeunesseglobal.com，for example，OK，、okay? 就是举个例子。所以呢，真的是当你有自己的个人网页，当朋友他到你的网上去加盟的，他到你网上去买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最
主打的这个产品呢，这个叫 Reserve 的这个产品，你们看到的这个产品呢，比如说如果你买一盒在我们的网店上呢，零售价非常非常棒，零售价$137 OK， 然后呢我们会员价只是还大概$86而已，所以呢差价$52就立刻变成你的这个零售收入。 OK， 它就会很先进的立刻进入你的网络后台。 OK， 然后第二个呢非常棒。 OK， 有时如果你不忍心赚朋友的这个零售价的这个差价的话呢，当然你可能会很兴奋的跟你朋友分享，哎，你只需要加盟。 OK， 就好比你一加盟呢，你就能够拥有这150个国家的经营权的一个网络连锁的生意，非常简单。所以只要一加盟买一个产品套餐呢，而且任选 ，OK， 即使你朋友他的现金流不太多，经济状况不好，他都可以以最基础的套餐加盟。不过当然，我们都是很认真、很看懂这门生意，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 ，OK， 没有什么生意可能让你用几千马币都可以开始，而且做全球150多个国家，所以我很容易让朋友看懂这个价值。很多朋友可能都会以大套餐加盟。当他们加盟，而且以大套餐来加盟的话，你都能够赚非常棒的这个推广收入，一次性的推广收入，而且真的是非常棒。就好比如果你一加盟几位朋友，如果他甚至跟你加盟3000多马币的套餐，立刻你都赚取一个非常丰厚的$200。OK， 我们在杰斯是赚美金。OK， 我们花是花马币，不过赚是赚美金，所以非常棒。而且呢，立刻就赚大概800马币。更厉害的是，如果你有机会找到一些很认真看懂这个生意，他们甚至愿意加盟最大的套餐，不得了 ，OK， 你立刻就赚大概$2000的一次性收入。所以这个收入呢，真的是坦白说，在马来西亚市场，我跑了一阵子，我发现有时这2000马币呢，都已经是比有些人的月收入更高了。所以真的有时你只要去谈一单，一个月都可能比你的月收入更多。干嘛不做 ？OK， 虽然它是一次性收入都没关系 ，OK。不过呢，当然我也相信今天你们来不是只是听一次性的收入，对吗？想不想知道怎样睡觉都能够赚钱？想，对吗 ？OK， 如果你有带朋友来看一下左跟右 ，make sure 要确保你的朋友没有睡着 ，OK。因为我真的要分享非常接下来分享非常非常多的钱的，你们对钱会敏感吗？问一下，会被人看到很多钱，好像看到很多血量晕倒了，不会对吗？OK， 所以呢，下一个收入呢非常棒。OK， 就是这个收入让我深深打动，而且让我立刻下定决心，我坚持我都要跟杰斯扯上关系。因为呢，这个是我们非常棒的这个市场收入。OK， 就好像这个名所说的，市场收入就是能够让你赚全球接近150个国家的这个收入，而且更棒的，杰斯呢，它确实真的是一个网络生意。我甚至在马来西亚。有时都能够帮有些全职妈妈在家里通过视频云端会议都能够赚全球的市场收入，不出门都可以赚，非常棒。 OK， 而且呢，这个市场收入是什么？ OK， 当你们要赚老板赚的钱，是不是一定要学会推广啊？有没有老板不推广可以赚钱的？应该没有吧，对。 OK， 所以呢，这个生意很简单，你只需要对外去推广这个生意，而且呢，有时你把这个生意讲成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网络连锁生意呢，真的是很多人都会看懂。所以呢，当你推广这个生意很简单 ，OK， 怎样推广？我们在这个全球的生意呢，我们需要建立起两个团队 ，OK， 一左一右 ，OK， 而且一左一右呢，只要比如说可能头一时间 ，OK， 比如说你们，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会想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朋友。OK， 就好比如果你觉得杰斯今天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生意 ，OK， 就好比如果今天 Mercedes 它大减价，你会不会立刻打给朋友跟他分享 ？OK， 一定会。所以呢，就好比这样的一个理由呢，你可能会去跟朋友分享这个非常棒的网络生意。所以可能左边你分享了加盟一位你最好的朋友，右边呢你也分享一位你最好的朋友。然后就好像 Stephanie 所说的，这个生意是借力的生意，只要通过讲师的帮忙，只要通过很多你的更资深的伙伴的帮忙，可能他们都可以帮你的朋友教他们怎样去对外推广。OK， 就因此呢，你的这两位朋友可能也因此推广给10位朋友，这10位朋友要赚钱，他们可能也推广到100位、1000位，甚至几万家网店。OK， 我敢问一下，这样的推广方式会不会好像 Facebook 当初怎样推广全球一模一样？
其实就是一模一样。而且呢，这个新时代呢 ，OK， 我相信大家也听懂了，这个 Grab、Uber，OK，、okay, Uber 已经没了，在马来西亚，不过在全球还很活跃。Airbnb 大家都听过对吗？其实这样的分享推广方式，其实新一代的推广也跟 Grab、跟 Airbnb 都是一样的推广方式。这个是我们叫做一个新的消费者到消费者的一种推广的模式，非常新鲜。所以呢，当然当你们推广之下呢，可能很多朋友会加盟，会买套餐，而且呢之后每个人也会一直不断的重构我们非常非常棒的这个全球的主打产品。所以就因此呢，就好像你今天帮两位朋友刷信用卡，当他们一去推广其这个信用卡到全球的时候，如果每个人都刷信用卡，累积的分数都能够帮助你赚钱，好不好？好。所以这个是一样的简单的道理。所以呢，当你全球团队以后，左边右边只要个个都一直买产品、用产品、分享加盟套餐，你会不间断的一直赚取分数。OK， 我们叫做 CV。OK， 所以呢，每当你的左区跟右区只要有一边累积到300分，一边累积到600分的，立刻我们的后台非常先进，立刻就会以秒结周发给你一个非常棒的市场收入35块美金。OK，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小看这个35美金，不过我还是要简单说一下，这个35块美金呢，不是让你整天在柜台站整天。OK， 因为我发现有些可能做零售的，在马来西亚在柜台那边站整天，都不至于能够每天赚35块美金哦。所以真的，这个可能搞不好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地球另外一端的伙伴在分享这个生意，他加盟了一个新朋友，他买了个套餐，你立刻凑到300、600，立刻赚取35元美金。所以真的 ，OK， 有些名人说过，在这个新年代，如果你还不懂怎样睡觉的时候都能够赚钱，今天你真的要打开你的思维，真的好好的看懂爵士这门生意。所以呢，可能真的搞不好，你只要跟着我们这些成功人士验证的方法去推广，搞不好以后真的你睡觉都会赚无数次的35块美金。OK， 而且真的是赚美金 ，OK， 不是赚马币 ，OK。所以为什么我喜欢来马来西亚消费 ？OK， 因为我赚的是美金，所以我聪明，我不要去新加坡消费 ，OK。所以呢，真的是当你无限的延伸你的团队的时候，不得了 ，OK。当你团队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300、600每一天可能越来越多，所以35元呢，有可能会倍增性的天天在增加，不得了。而且真的，它不是用你时间去换取，因为可能你在用你的全球的伙伴的时间在推广，所以真的是呢，以后当你倍增到你即将能够赚到我们这个收入的封顶 ，OK， 这个收入的封顶呢，就是每周每个星期以后你有机会获取750个35元 ，OK， 算一下，简单算一下，以后每个星期赚26,250美金，好不好？好。OK， 简单来算一下，每个月400多千马币的月收入，听起来会不会兴奋啊？怎么没看到没人兴奋啊？是不是看到数字太大，然后吓到了？我真的跟你说，我会分享非常大的数字，所以千万不要对大数字很敏感。OK， 而且呢，真的 OK， 虽然我跟很多朋友分享过，很多朋友会问我 ，Chris。真的有可能吗 ？OK， 就好像 Stephanie 刚才所说的，梦想是免费的 ，OK， 干嘛要局限你的梦想呢？而且，虽然我很多时候都问我的新朋友，我问他们，你看懂这个生意，你敢不敢想，以后你赚400千马币、40万马币的月收入？虽然很多人跟我说我不敢想，我都会回答他们，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不敢想吗？因为其实我跟很多人当。肯定，我是说，我猜你周边的朋友，你的爸妈、你的亲朋好友、朋友，也许没有人赚这么多，所以很多人不敢想。不过，没有人生出来第一天就能够当老板的，老板是可以学习的，成功富有的创业家的思维是可以学习的。就好像以前我打工，现在真的是学习过来，真的是越来越觉得哇，这个真的是手一伸就有机会得到，而且呢。
就好像 你们跟着这样棒的钻石 Stephanie 这些钻石总裁去学习呢，他们都经常会赚。我们全球的钻石呢，很多都已经天每个星期都在赚的，而且有些呢甚至离谱到每个星期一就赚满这个26000。所以跟着这些老师的步伐，他们都已经在赚这么多了。 OK， 而且 Stephanie 刚才那位伯乐那位老师 Kim Hui， 他是我们杰士的001，真的是我们全球的大家长。真的只要把他的方法学会，他的方法只要把这个方法教给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赚取我们老师的可能一小部分他的收入。当然我 不可以透露我老师赚多少，不过当然可能是这个收入的几倍。OK， 这个我可以透露。所以呢，真的就是说，只要拥有对的方法，其实敢想，你敢想赚这个100万美金呢，每个月是非常非常可能的。OK， 只要敢想，就好像，当然我相信马来西亚也是有的买马票。OK， 就好像我每次在新加坡说，很多人新加坡很多人都是很舒服打工而已，然后天天拜六礼拜就看他们排长龙买马票。OK， 不过呢，有买就有希望 ，OK？ 没买当然没希望，一样的。如果你敢想赚这样的收入，当然你可以跟这样的收入扯上关系。如果你不敢想，可能一辈子都闻不到这样的收入 ，OK？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棒。而且呢，如果你们觉得逐渐胃口越来越大 ，OK？ 如果觉得105000美金的月入不够 ，OK？ 杰斯不止这样，杰斯还能够让你更多更多的收入，就好像我们这个第四种。管理收入 OK 非常棒。管理收入呢，杰斯呢现在他能够分给大家呢大概7代的这个管理奖金。管理奖金是什么？很简单，就好比可能立刻我一加盟 OK， 可能我立刻跟这第一排的10位朋友加盟 OK， 这第一排的10位朋友呢都是我的第一级的这位、加盟商 OK， 所以这第一级的这个加盟商呢，只要我用心的去帮大家，如果大家天天都赚这个市场收入35块 ，OK， 杰斯他就会回馈我 ，OK， 每一个人呢，他每一个人只要赚35块，杰斯就会回馈我28仙 ，OK， 就是说每个人我的低级的这个伙伴呢，只要赚35元美金呢，杰斯立刻回馈我7块美金的这个立刻的这个奖金 ，OK， 而且呢，当我的低级的这个加盟商只要他们推广。给我可能第二、第三排的朋友，就是我的第二级的这位加盟商呢，只要第二级的加盟商也赚35元的市场收入呢，一样杰斯也会分我大概15%， OK， 就是5块2毛半美金，以此类推到第七级的这个加盟商，而且呢，你赚几级的这个加盟商是根据你的聘级杰斯的这个聘级而分给大家的，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厚的一个奖金，为什么呢？如果搞不好，如果我帮到这位女士 ，OK， 赚到105000美金的月收入，而且她是我的第一代，那我能够赚多少？每个月我能够赚28仙，就是说我帮她赚10万，我自己本身赚2万美金。你帮到一个人成功，你自己赚8万马币，好不好？每个月，非常好的收入，而且真的是有时真的是你。做杰斯就能够让你当老板，老板都是要聘请比你更有才干的朋友。不过杰斯呢，我们不用还薪水，不用聘请，我们只是跟很多伙伴合作，甚至他们比你有实力，比你有才干，比你更能说，没关系，因为你都能够赚取往这个管理收入，所以真的是非常棒。而且我们在这个全球的文化呢，也非常的正确，我们都不需要去推产品、卖产品 ，OK。当这个年代你去卖产品，可能朋友都会远离你。不过当朋友发现，哎，你好像有一个新的网络生意，可能可以帮到我赚钱，他们都会很用心了解。而且呢，我们也很会用心的去帮大家。而且只要帮大家成功呢，我们能够得取，也能获取非常丰厚的管理收入。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收入。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第一级的加盟商呢，它是无限的。就是说你厉害，你可以加盟10位、50位、100位、1000位都可以。所以就因为这样呢，这个收入管理收入它其实是没有封顶的。OK， 当我听说原来有生意是没有封顶，而且有机会让你倍增你的收入，
我真的是几晚睡不着觉，天天整晚都在想结识，所以真的是那时当晚立刻回去加盟 ，OK。而且呢，我们也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新客户红利，就是说，当你帮你的第一级的这个加盟商赚很多的时候，你还能够把你第一级的这个管理奖金呢增加到38%，OK。就好比只要每一个月你有10位伙伴，他每个月都和你重购那个非常棒的生物科技的产品呢，你就能够把你的第一级的加盟商的管理奖金晋升到38%。所以就是代表着，如果你帮你第一级的这个伙伴呢赚取10万美金呢，105000美金的月收入呢，你不只赚2万哦，而且你还能够赚高达3万美金的这个奖金，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厚。所以呢，有时我们都不怕 ，OK， 这个生意有时你也不需要找太多活跃的伙伴，有时真的只要他们一位活跃，一两位活跃呢，通过我们的管理收入、市场收入，有时你真的可以赚到非常非常丰厚的6位数的奖金 ，OK，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OK， 而且呢，最后的 OK， 这个就是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刺激的这个钻石总裁分红，当然。顾名思义呢，这个名词呢，就让你知道，当你到达我们杰斯的钻石总裁，就好像我们的 Stephanie Go 非常厉害，短短几年就是上升了到晋升到我们的钻石总裁的这个聘级呢，他就能够好像变成杰斯的一位股东，就能够分取我们全球38%的这个利润 ，OK， 所以真的是非常丰厚，而且呢，杰斯我现在说一下，杰斯这门生意呢，从美国。推广到全球150个国家，至今成立9年。去年呢非常不得了，我们去年总共8年呢，这间公司不得了到它去年的全年业绩已经到达13亿美金。刚才 Stephanie 有提过 ，OK， 而且不止13亿美金哦，总共8年来，杰斯已经总共累积的销售额已经超过50亿 ，5 billion。OK，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因为我们的创办夫妇 Randy Wendy 他非常慷慨，他们的使命是想帮助更多更多的百万富翁，所以呢非常慷慨的分出佣金呢，现在杰斯呢已经超过分出一半的这个累积的销售额，杰斯在我们总共8年以来已经分出超过25亿美金的这个佣金，25亿，哇哦，25亿真的是很多很多零 ，OK。如果你不会算的话，10亿可能是大概9个零 ，OK。所以25亿真的是好多好多钱了 ，OK。而且呢，其实我们在座的朋友呢，刚才在台上的所有朋友都已经在分到这个收入了，25亿的收入，非常非常棒 ，OK。所以真的是很多人听到这个就已经想加盟了，更何况如果你晋升为钻石，你将能够。每3个月，公司会拨出全球38000来分给我们的钻石总裁，所以呢，他们买车买房非常简单。OK， 所以呢，当你一加盟，你就可以开始分杰斯的25亿的佣金，而且以后呢，搞不好5年10年，万一杰斯分出100亿美金，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好像以前错失 Apple 的股票这样，真的是会垂心肝，所以不要再错失机会了。OK， 如果杰斯真的家喻户晓啊。怕那时候可能50年后已经轮不到你们赚了，所以要快点决定 ，OK？ 因为可能杰斯很快就会晋升到100亿，100亿每年都有机会 ，OK？ 100亿是很有可能啊，对不起，100亿，因为现在杰斯已经13亿了，所以真的有可能翻倍到100亿的年月业绩都有可能，所以这个钻石分红不得了，而且马来西亚其实还不是很多钻石总裁。OK， 搞不好这边呢，可能一半的人以后都会变成钻石。你想不想站在对方 ？OK， 所以真的是要快点去抓紧这个机会。而且杰斯真的是非常非常棒。OK， 真的是看来很多各位分享者呢都已经说过了，真的是能够给大家这么多的奖励理由，其实没有什么好担心，更不需要担心你们做不做得到。因为呢，杰斯我们真的是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成功。验证成功的方法，才会有这些伙伴都能够取得他们想要的这个成绩。OK， 所以真的是想借此机会呢，叫大家不需要再犹豫了。OK， 你不可能比我考察的更厉害，
以前我已经考察，已经去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到我们说已经在考虑，研究到已经几乎瘫痪，所以不需要去研究。我们讲 analyze until you get paralyzed， 也不需要。OK， 你们要研究的，我以前都研究过了。所以这个公司呢，确确实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OK， 所以呢，真的现在我就相信我让大家看懂这个生意，真的能够帮到大家非常非常多。所以我再把时间交回我给我们的非常棒的我们的钻石总裁 Stephanie Go。